说。哇，哎，大啦，哎，小明，我小明弟弟病哎，我爱小明，小明也爱我，我爱小明，小明也爱我，耶、yeah ，小明，小明弟弟病哎。我们飞去了啊，来白山。哦，我当今爱去拍篮球啊，你要跟我去哦。大啦大啦。啊？我看我卖去啦，我卖去了，我爱加好叫姐姐看啊 Facebook。小明，来跟我一起帅帅帅。我老。老高，你怎么跑我一百多？哎喂，伊就是摔倒来的，我咪可以骗去。啊，是咩？喂，小明，来，搞我白白，帅。小明，不可以像摔倒那样整天滑手机的，要做一点有意义的活动。来，大家跟我一起说，摔本 no 摔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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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h man！ 小明，我们成功打败了摔本。耶！所以现在。我们要去做一点有意义的活动。什么活动啊？朋友们，你想要看我们做什么有意义的活动呢？哎，地球。哎，打篮球。哎，打羽毛球。有啊，有啊。那你们选什么呢？都是哦，他们选篮球，因为那个呆都写了篮球。OK， 那我们去打篮球吧 ，Let's go！ 耶！对啦！对啦！你在？哎，小明，我们有一点迷路了。那要去哪里呢？打篮球到底要去哪里打呢？是去游泳池？三位pyramid还是篮球场？最不可能应该是篮球场。你们觉得要去哪里嘞？哦，就去游泳池。Alright， 是这边吗？很塞啊。这边要怎样打篮球？哎呦，错了啦！为什么你们选这边？错。你选呢？今天我们就去三位比尔密回来了。哇，洗 shopping！ 哎，可是我们不是要打篮球吗？这里怎样打篮球？这样多人。哎呦，没有带帽子。回去。终于来到了篮球场，走，我们一起打篮球 ，Let's go！ 哎，打篮球，首先要有篮球。哦。到底哪一个是篮球呢？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篮球？请问，这个是篮球吗？不是篮球，这个是蓝色的球。其实，我的梦想是要成为排球王子。哇！
得多的快。哎呦，受伤了，小明。我找到篮球了，我们快打篮球了，快打篮球了。等一下，在户外打篮球，天气非常的热，太阳非常的大，会晒伤皮肤。我们需要什么呢？不如我们来问 backpack 吧。好啊 ，backpack。所以我们需要什么东西呢？才不会晒伤皮肤？到底要什么呢？当然是 sunblock 啦。Dora 几岁了？哎呦！sunblock sunblock。我们不会黑黑了，耶耶耶！啊！走了走了，放给我，放给我！上篮上篮，走了。Oh man！ 我们做到了，我们做到了。